剪了，你先别睁眼，等我一下。睁眼吧。这什么？这颗珍珠是我在海边捡的，然后找人手工打磨的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哎，那等我们结婚了，再送你那种超大的南洋珍珠项链，真的太像了。要那么多珍珠干什么呀？我挣钱。我那儿出生在海边，你就知道了。海里的每一颗珍珠，每一个贝壳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也只能送给一个人。我妈抽屉里就有好多贝壳，还有珍珠，都是我爸送的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你的南洋大珍珠。意思是你同意跟我结婚？这怎么还逼婚呢？怎么就逼婚？不行，你不同意，我今天就不让你走了。不行，哎呦，那我是不是也得送你个礼物啊？你能送我什么？我送你双钉鞋吧。我才不要钉鞋呢，我那么多钉子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回来，在遇见的时候，他们也就相应了，对不对？你又带不了，你带去国外也是放在那浪费啊。带得了。拿好了，别掉了。好，我保证。我带不了，我就在我的那个运动短裤里面缝一个小口袋，然后我训练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口袋里，绝对掉不了。那我以后怎么带啊？怎么不能带？为什么不能带？哎，又来。没有。